嗨，大家好，我是七掌柜。这次带大家来到台北超过270年历史的松山慈幼宫。慈幼宫面向大尖山，背靠有基隆河，在风水地理上称这是鲤鱼鳞穴。鲤鱼穴有汇聚钱财、鱼跃龙门的风水加分效果，也难怪慈幼宫旁边聚集了饶河夜市、松山火车站，还有捷运站都在此处汇集。工商发达，人潮商机络绎不绝。松山慈幼宫原名溪口妈祖宫，也称松山妈祖庙。清乾隆年间，有一位福建泉州的行脚和尚恒真师父，由湄洲西奉天上圣母分灵金身，到此创设奉拜，也开启了松山慈幼宫的百年风华。松山慈幼宫基地约600余坪，建坪有2300余坪，格局方正，呈现回字形，历经多次重修后，有了今日的样貌。在入门处可以看到两门上有左辅右弼，象征贵人吉星左右扶持。门口的这对石狮，听说也有200多年的历史哦。嘴巴张开，这只是公的；紧闭，这只是母的，也象征乾坤有序，事时无灾。慈幼宫不管是在大门口的九龙石柱，或是殿内屋檐屋脊上的福禄寿三星报喜、天兵神将、妈祖的生平故事、三国历代忠孝仁义故事等等雕塑艺术，可以说是处处都是精雕细琢、金碧辉煌、美轮美奂。影片中也会陆续呈现给大家欣赏哦。进到庙里，今天刚好遇上每个月的祭改除煞法会，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信众把自己及家人的衣服带来这里给师父除煞祭改，以求消灾平安，所以供桌上的衣服都堆得非常满，在等候师父净化加持的信众也非常多哦。松山慈幼宫的主祀神尊为妈祖娘娘，远远看妈祖娘娘的法相给七掌柜的感觉相当和蔼可亲，仿佛有什么烦恼都想跟妈祖娘娘诉说祈福，让人很有亲切感。而在大殿的两旁也看得到有千里眼、顺风耳两位护驾将军神偶，如果妈祖娘娘要出巡，这两位将军应该就也是会跟着一起出动吧。大家有发现吗？在正殿前的护栏上还有两尊精致小巧的千里眼和顺风耳将军，有机会大家也可以一起来找找看哦。比较特别的是，大殿上方的历祭参天牌匾是乾隆皇帝所御赐的，但当时无法带回台湾，后来在2013年时庙方辗转将牌匾迎回来。在一楼的服务台，不管是要点灯、安太岁、参加祭改、法会，都可以在这边报名。同时，这里也有值班的师兄轮流在为大家做解签的服务哦。接着上到二楼，就会先看到祝生娘娘。这里的祝生娘娘共有配侍13位婆姐，来协助祝生娘娘执掌护佑信众生儿育女的人生大事。其中一位杜母，相传是当初在松山地区为人接生的产婆，但因其悲天悯人，从不向人收取任何的接生费用，所以百姓感其异行，也将其供奉在此。在祝生娘娘殿前也看得到祈福点灯遍布以及各种的雕塑，也可以俯瞰一楼的景色，站在这里让人感觉很温暖舒适哦。
沿着走道走会到太岁殿。这里的香炉是设在外面，如果要入内参拜，香是不能带进去的。庙里也很贴心，在外面设有进香绽放处，让大家可以把还没拜完的香绽放于此，以便入内拜拜。殿内正中间供奉斗母以及两位护驾将军，一位手握长剑，一位手持法铃。向里面走也可以看到执年太岁和其他太岁星君镇守在此，守护今年有在这里安太岁的全体信众。比较特别的是，在要走出太岁殿的门口，大门上画有24节气的象征神君，每个节气对应的神君画像都很有意思，大家有机会到此不妨也来参演一下哦。沿着楼梯上来会到观音佛祖殿，在这边供奉有观音佛祖、南海佛祖、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韦陀尊者、迦兰尊者、药师佛、十八罗汉，同时也可以看到有不少的信众在这里起点药师灯，来护佑身体健康，除病去灾。再往上一层楼就到诸圣帝君殿，在这里奉有挟天大帝、福佑帝君、九天司命真君等等的圣贤帝君。这里最火红的神尊感觉应该是文昌帝君，很多考生都会把自己的准考证影本带到这里请文昌帝君加持。庙里在春秋两季年度中间也都会举办文昌魁星离斗法会、升学法会，来为所有的考生加持考运、金榜题名，有需要的粉丝也都可以来参考报名哦。清朝年间，英往来台湾溪口、松山和大陆福建的商船越来越多，为祈求航海平安，慈幼宫妈祖便指示来台做生意的一位大陆商人，带着写有溪口天上圣母的圣意牌，让他回到福建盖庙供奉，这也就是从松山慈幼宫分灵出去的福建仙霞妈祖庙。但因当时路途遥远，通讯和交通皆不方便，就也没有留下任何的文献记录，年代一久，两地也逐渐失去了联络。在2010年时，仙霞妈祖庙的副董受邀参访松山慈幼宫，赫然发现松山慈幼宫门口竟然有写着溪口两个字，然后庙内的对联又和仙霞妈祖庙的对联文字完全相同。最后经过一番考据求证，终于发现原来仙霞妈祖庙当初就是由松山慈幼宫所分灵出去的，也完成其寻根业主的心愿。
这段神迹也成就两岸妈祖文化的一段佳话。至此，松山慈幼宫便成为台湾首间分灵回传大陆的妈祖庙哦。我们再往上走，来到三清殿，供奉三清道祖、神龙大帝、太上道祖等先佛。而三清殿本身其实是和上面的玉皇殿两个楼层相连在一起的，所以进到三清殿的上方就是凌霄宝殿，供奉玉皇大帝、天官、水官、地官大帝。特别的是，在玉皇殿还有供奉火官大帝，在一般庙里这也是比较少见到的。在三清殿外面，这里有绝佳的看台风景。向远方看，就是前面有提到的大尖山，然后这也可以眺望松山车站前的繁华市景，看近一点，也可以欣赏整个宫庙的建筑雕塑装贴之美。而如果你是在晴朗的白天到此，建议大家还可以在网上看，就可以看到玉皇殿外栩栩如生的八仙祝寿，以及众神喜庆的精美雕塑哦。参拜完楼上神殿后，回到一楼，提醒大家侧边还有供奉地藏王菩萨、福德正神、虎爷将军以及武令骑兵将。有的人下来会以为参拜结束就出去了，大家千万不要忘记这里还有神明，我们的虎爷将军可是在这里等着大家来跟他换潜水哦。最后透过镜头也带大家来欣赏松山慈幼宫的各种庙景之美。而如果你也有到过慈幼宫，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打加一，或是如果你有推荐慈幼宫附近的好吃美食，也欢迎在下面留言跟大家分享哦。同时也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大家喜欢关于掌柜拜拜过的内容，也欢迎多用行动支持我们，请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哦。有大家的支持，我们会更有行动力带大家拜拜过哦。我们下次见。